讲，你还是什么样子跟他讲？他说你等一下两把他跟他讲。不然你先放好，我就带着你一个人就行了，得不得？你一个女孩子，你放在他，我坐下来啊，好不好？是啊是啊是啊，他一定也有多少钱啊？对啊，你拦他没有用的，他又不是银行工作人员，你。我就说我给钱给你啊。啊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一直在旁边盯着啊，看见我们大堂经理一瞬间的时候，我肯定也要扑上去了。